我闭上眼睛，真的是我也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为什么这么冷？腿都麻了。闭嘴。南湛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可以，从此没有我，便是动力。好美啊！往这个地方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我来过这里。在我呢，羡慕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出来了，看样子已过七日。七日，过了这么久吗？瞎你吗？仙门世家中有多名前缘失踪，应该是有人试炼邪术所致。山温氏，去吧。恭喜父亲。阴体本是天生之物，可吸纳天地之气，甚至修饰你。我要试炼阴体，以帮我制服其他世家。是，孩儿这就跟随大哥，往清河、云梦两地出发。唐淼，你去那边，我走这边。魏婴，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亲。南湛，我答应你。禀报，清河失守，他们早已做了防备，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撤退。禀报，结界被破，关押在地牢的前缘被魏无限放跑了。难道他还真有通天彻地之人？今日我便让你看看我们温氏怎么收拾那些不听话、动静和修良。给我杀！父亲，我把魏无羡抓来了。那就用他来做最后的试炼。魏无羡，你们逞英雄硬气到什么时候？在阴铁面前，你只会顺从温氏，做温氏的狗。来。跟你们的新朋友打个招呼。怎会如此？我在那里好像邻居不也不过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废人罢了。等等，走。你们去哪里？叔父，还有一位重要之人在等你。嚣张跋扈的公子魏无羡，他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你们是没见过，他被扔下去的一堆啊，还能拔起来嚣张跋扈吗？老母亲，是老母亲，跪下，魏婴在哪？他被文公子扔下了乱葬岗。大二公子，乱葬岗的边界修行万分呢。青山里面无人，还活着，他在经历什么？报仇吧！这是魏无羡的背景，你们难道？兄长，我们也体会到各仙门的残祸，终成为爆发温室的最后导火索。三大家族共同聚集，史称社稷。没找到温潮的尸体，他跑了。魏婴在哪？我再问你一次，魏婴在哪儿？我不是我杀的，你不该动他。我看看你们怎么射下这天上的太阳！好多傀儡啊！这个办法果然好用啊！魏婴，魏婴，是你身上的阴铁是哪来的？我这件法宝是刚刚试炼出来的。没想到你最后一块阴铁
是藏在剑中了。他不在乎你，阿秀，一，温宗主，看清楚。自然信你，这就是我在无天日的日子付出。鬼道术法，习的是阴律，修的是符咒，用一根竹笛控制万物。让我帮你。好，各位宗主，堂内余孽已然尽数抓获，还有一枚阴铁碎片流落在外。魏无羡又拿了块阴符回来，不可不查。唯一鬼道术法靠的可是心神，靠心神御史若火烧血，若稍有不慎便会惨死，或者不堪设想。我元气经渐有所得，于三月以上应可完全控制阴火。废婴，你也不过就是一个诸葛不如的废物。他就是那简单人类鬼子，根本一个普通的阴火符号，一定要重新启动转化的方法。你的连阴火不灭，让我看到，只是做了一场噩梦。坐一会儿，自己找。我不要别的，我只要。不灵，你此次围猎大会，声势浩大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入山参加围猎者，我们还为大家设计了一个特殊环境，竟然比活人没有。宗主有令，凡是跟阴邪有关的话，一个都不能。这些都是老弱妇孺，也算是温室余孽吧。此处有下不信，有熟者熟悉，孰非孰败？魏无羡，这三个月你跑哪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那只阴虎符吗？你这阴虎是如何炼成？这日之正是阴虎符的灵力震及我方东北。这日啊，是魏公子交出阴虎符，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什么东西都要给你，谁都要抢你。这跟岐山温室有什么区别？不去，阴虎符生了何人？岂不是在四大家族面前，你是交出是一枝独秀，可只要你和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，就是丧心病狂、邪魔外道。你以为是欺善欺人？你是逍遥自在。韩冬天，我用了什么办法蛊惑了你，让你站到我的堆里面？这样再听你最后一句话，要是真和我出了这一步，你一生就都毁了。我们走。去哪儿好呢？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容身之处。好久啊，南湛，好久。有东西给你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南湛的酒量真是一点都没，还是个一辈的。喜欢你，早些睡吧。哎，南湛，魏无羡，家仆之子，不足为惧。只是这南二公子，他们同为前缘，关系却不一般。之前两人在晋室足足待了三个月，都未曾出过房门。仙都出关在即，若他知晓他的爱徒做出此等天理不容之事。你既知自己责任重大，为何又要一次次牵连在其中？师父，请您出面为魏婴做主，一虎扶他。荒谬！你们的孽缘本就不容于天地，你二人肆意妄为，必将受到责罚。